好多挺好的，这边之后会有放一些好比较大件的或者小朋友专用用品，好吧？回房之前先看一下，好吧？对，然后就看一下活动。哦，那晚上泡温泉怎么办呢？哈，很简单，坐电梯上一楼的大厅，对不对？再走路过去，那走路在。你这边好吗？我们可以随意调整，大家要先准备好而已。那他们同时计算餐食，好，对啊，因为就是对。饭店非常传统的迎宾料理哦，就是有个贵客的时候专用的哈、哦、高级料理就对了。哦，那待会还有米寿西卤白饭会呈上给各位。哦，那通常吃这个迎宾料理、会席料理，日本人吃的顺序的话，他们都是从冷盘、冷食开始先吃哦，前菜、沙西米啊这些吃。哦，之后再吃到热食的，但是我们因为是外国人，肚子饿的，所以我们呢不用遵照此规定也没有关系啊，好吧？好，哦，那请记得桌上有生鱼片，对不对？有甜虾，哦，那你说哈，哦，这前靠上面也有瓦萨比，还有旁边这一小碟是酱油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可以直接吃，好吧？好，螃蟹是熟的，可以直接吃。哦，那个火锅先让它煮，让它焖一下，待会工作人员来帮我们。哦，把盖子掀开来，好不好？那您大哥，你先坐这个位置，谢谢。这里是北海道旅馆，有一个小和室，然后旁边就是床，然后外面是很空旷，我就不掀开了。外面没啥东西，蛮偏僻的。然后奇怪的是，这个是四人床，有四个人，然后可是我们两个人住。
嗯，这个是温泉。摸一下试试看。哎，对，热的。当成许愿池了吗？耶、yeah. ！我先拎一刷看麦。北海道限定，喝一口看看吧。嗯，还可以啊，甘醇甘醇的。来配一下旅馆的麻糬。嗯，还好不是想象中的甜。你要配一下碧露，应该还不错，去一下甜味。